冬奥的 这段期间呢，我们就不直播，我们就尽量让大家呢为中华队加油，为我们的国家呢这些孩子们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优秀了，我太爱小戴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戴，我呼唤你哦，有一天如果我们有缘相见的话，记得哦，我们两个一定要好好拥抱一下。啊，今天上欢喜的是这个冬奥就开始了，明天就开始了，要为中华队加油。所以再重申一遍，我们今天呢就直播暂时播到今天，对，暂时播到今天了，暂时播到今天了。那妹妹也要回澎湖了，对，那我们冬奥的 这段期间呢，我们就不直播，我们就尽量让大家呢为中华队加油，为我们的国家呢这些孩子们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优秀了，我太爱小戴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戴，我呼唤你哦，有一天如果我们有缘相见的话，记得哦，我们两个一定要好好拥抱一下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小戴加油，我代替小戴，差那么多了，差太多了，可是这个拥抱也蛮温暖的啦。那除了小戴以外呢，还有很多我们的选手，我们中华队的选手都一样，大家加油，大家都平定，大家都平定，我们都爱，希望呢，期待有一天跟你们呢都一一的拥抱，你们都辛苦了。好，那最后的我们一首歌，大家就要为中华队加油了，友情好不好？可能行无同款的路，可能坐无同款的梦，感谢缘分来相牵，知己的朋友就是咱，幸福大家同齐分享，困难大家同齐分担。小天的情分甲别人无同款，亲像青茶落喉干，亲像泡面遐简单。自然付出无负担，毋免加酸甜麻烦。一句真话小疼痛，一个眼神着温暖。一份友情陪伴咱一世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